您是尊重病人？狗屁！医生对病人最大的尊重，就是不遗余力地挽救他的生命。可是我没有。我当时害怕了，我怕我坚持会引起他的误会，会给我自己添麻烦，给医院添麻烦，甚至砸了自己的饭碗，所以我没有坚持。可是刚才我听到他妻子的哭声，我好惭愧呀。您慢点，别噎着了。你知道吗，小卓？我当医生这么多年，不喜欢写论文，不喜欢评职称，唯一支撑我站在手术台上只有一个，唯愿病者得其医，医者得其境。可是现在每当这个时候，我觉得自己一无是处。为什么我不坚持一下？那您后悔吗？喂，哎，主任，我在医院呢，什么事儿？好，我马上过来。急诊来了一个主动脉夹层动脉瘤的病人，需要做手术。主任主刀，我医助，病房那边交给你了。着重是监控三床那个被汽车撞伤胸部的病人，啊。知道了。这哪里像一个后悔的背影啊！爱奇艺 ，Strange Name，Amazing Shows。爱奇艺。